签买卖合约，进行打桩工程。建筑框架正在进步，外墙施工，窗框和门框在进行中，内外墙面石膏完成，安装窗和门，安装水电工程。排污水工程完成，门窗和内外墙工程，外部下水道排水和道路工程完成，水电安装和清理工程。交房屋，律师保管 50% 数额。 Progressive Payment Table List